你喺度做乜嘢？唔知啊，唔知。我头先讲得好清楚噶啦，全部散开，散开啊！ 死咗啦！系啦，死咗啦，死咗啦！报告，任务经已顺利完成。周星星，你不手下啦。 我哋要嘅系指挥官，系 teamwork， 唔系独行独断，唔系 ramble。不过人质已经顺利获救，拯救行动只系呢次考试嘅其中一个项目，最重要嘅系你部下嘅安全同埋你嘅领导能力，但系我一啲都睇唔到。 Sir，俾次機會啊！你做咩？你做咩啊？唔好啊 ！Sir， 我請求你再考慮多陣，好吧？喂，別位，係。Yes sir， 老頂想見你。Yes sir。 Morning, Sir， 周星星報道。真係抵死，咁青靚白淨啊！轉個圈俾阿 Sir 睇下，唔使怕走㗎，係咪啊？ 情不自禁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！想唔想扎啊？我唔想做鸭 ，Sir。 我问你想唔想扎啊？我系唔会做鸭嘅 ，Sir。 你九唔搭八。我问你想唔想升级啊？想，但系我
系唔会出埋自己嘅精操嘅 ，Sir。边个要你嘅精操啫？我要你嘅青春啊！青春对于我嚟讲同精操一样咁重要 ，Sir。得啦得啦，我知道噶。嗱，大约喺1987年，一项南极上空进行嘅观察，就证实咗南极上空出现咗一个臭氧洞。强烈嘅紫外光对于生物系有害嘅，轻嘅咧就会令到生物嘅遗传基因发生咗突变，重质就会杀死被照射嘅细胞，植物亦都因而枯萎。紫外光亦都可以透射入深海，影响海草嘅生长。攞翻个粉刷出嚟，咁都冇事，好嘢好嘢。我话知你新嚟啊，上我堂中横四海啦，做咩？呢时有自尊噶嘛？上堂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讲到大气层。大气层是可以分为很多层，最接近地面那一层我们就称它为对流层。在地面对上15000至50000公尺的高空，我们又称它为平流层。